前线的微笑老肖小板丁今日特地26号盛大开播。小板丁的母校嘉义高中的学弟学妹带来精彩的观众演奏，为展览开幕暖场。前副总统萧万长和看守朱淑贤，阁有嘉义市长吴敏辉、总统府主席张鹏雅共同剪彩。萧万长的学妹文化局长罗怡君，阁特别穿着家中的制服来献花。行政院前秘书长贾青山，萧万长母校幼稚园、北横国小，阁有大同国小和嘉义高中的校长。阁有萧万长一手促成成立的嘉义大学副校长陈水雄，拢到场表达热情的欢迎，予萧万长欢喜又阁感动。这个呢，给一个年轻人呐、啊，是一个可以说一个榜样，让年轻人呢、啊、可以有一个路可以走，啊，这个对年轻人未来啊是有帮助。所以呢，我对他这个用心呢、啊，我非常的感动。那我也很期望多一点的学生啊，那能够来看看，以后就不会越对有一点心，就像我当时小的时候，在家中本来还不知道将来会做什么。是我后来看了几篇关于介绍国际的这个人物啊，我看了以后我自己觉得我们也应该要朝这样，台湾才有出路，所以我就去考大学的时候就考外交系，就是这样。那因此我也希望这个能够达到他这个预期的效果。讲嘉义人，嘉义故事，全力推动出版这场特展的嘉义市长吴敏辉，推崇萧万长一世人为国家家乡服务奉献建设，是第一位政务官回来故乡选立委，家家户户拜票接受民主的洗礼。萧万长体现民主精神，经济奇迹，也让民主圣地嘉义市世界出名。就是由萧万长萧副总统，他的故事最多最精彩。那因为他有累积了许多对于国家治国的经验，从基层开始做起，几十年的公务人员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经历，而且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负起当有的职责，像我们中美断交的时候，当时代表。可以说出去做谈判，而且为台湾争取了最惠国的待遇。想一想，如果没有当时他的努力与坚持，我想这个是台湾后面的经济会如何呢？其实我想这样的策展是让我们看到前人所做的努力，借由这些经验，我们回顾过去，然后探索现在我们所可以做的，继续往前推进。所以呢，民主与经济的发展，事实上在萧副总统身上看到的最多。这样的一个展览值得我们大家来分享。这个有情有义，咱嘉义人萧万长有情有义，爱乡爱土，而且呢，他能够真的是爱国家，更爱嘉义。萧万长人物特展集结到国史馆、外交部、嘉义大学图书馆。台北科技大厦图书咨询处和萧万长办公室所展示的珍贵图像资料，阁有文物，展场分作四个展区，展现萧万长一世人为国家服务的点点滴滴，阁有伫咧嘉义成长的故事。展期对即日起持续到5月19号为止，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入场参观。最新新闻，张定顺、王秀山、嘉义市彩虹报道。嘉义市长吴敏辉23号在市务会议当中表扬，因是自2023年台湾上水饭店的星月花园酒店，阁有天成文旅惠日之秋，伊特别感谢业者做伙行过疫情，努力成长，予嘉义市的饭店伫咧假日时常拢客满，共同欢庆嘉义市的观光产业。包括我自己也想订，也都订不到，因为很多人哦。
所以他们说，哦，那我知道了，我要早一点来定义，哦，所以因为有大家，我想这几年来累积不断的创造这些美，那我们从教育从基础开始做起，真的是全民共享世代宜居，恭喜你们能够在完全都是由很公平公正的，然后这选出来的，真的很不容易哦。谢谢新月桂枝之秋，谢谢你们的努力，我们再鼓掌一下。天成文旅会日之秋已经是第四届得到上水的饭店输赢，以注重在地文化特色，打造符合人客需求的专业饭店作为核心，以服务传达着温暖和舒适，让旅客走入饭店地当感受，亲像是伫咧厝内底的场景和气氛。很谢谢我们全国的旅客，只要入住我们会日之秋对我们的肯定，然后对于我们的支持跟爱护。那也要非常感谢我们现场的从业人员，非常努力认真，希望把我们的品质做到最好。感谢感恩，这次的得奖真的是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往后会继续的努力，然后继续加油。星月花园酒店除了四连霸全台湾上水的饭店，更开着上水的亲子饭店，阁有上水的房间，上料中行。伫咧去年年底，取得绿色旅行标章、二星标章的认证，以行动力传达予游客，要用饮食旅游标准的理念来经营饭店。非常感谢哈，那个市府这多年来哈的推动哈，整个嘉义的观光哈，那也非常感谢广大的那个消费者哈，对我们这次的支持哈。那我们这次的话，能够在第四次哈蝉联一游网哈最美的饭店，跟第一次哈那个得到哈最美的房间的一个殊荣。那未来的部分的话，我们也会再尽心尽力哈，提高整体的一个服务品质的部分哈，再来回馈哈整体的一个消费大众。为期十二天的全台湾上水饭店的票选活动，总共有300,000的网友投票，阁有26位的专业人士来评分，票选出五大类别，总共25间的饭店，得到2023年第六届台湾上水饭店的殊荣。其中，星月花园酒店对2020年开始连续4年蝉联，今年更是摕到上水的亲子饭店，阁有上水的房间，上料中行。另外，天成文旅会日之秋也摕到世界上水饭店的殊荣。最新新闻，就丁顺王小山加一起采访报道。嘉义市警察局新社林分局长高泽登呢，29号在嘉义市警局礼堂举办，嘉义市长免费亲自到场主持。除了俄罗斯社林的第一分局长林兆策，第二分局长郭志豪对嘉义市的贡献，更期盼新任的第一分局长、第二分局长两位分局长继续为嘉义市维护治安，让市民朋友安居乐业，交通顺畅。第一分局何明祥分局长，特别感谢何明祥分局长，他是台南人，我想他调动了那么多的县市，终于离故乡比较近。但是这样的一个分局长，我想我们何分局长他的经验也非常的丰富，他是62期，警大62期毕业，那可以看到这一段期间里面呢，他们的经验分享，那现在能够来到我们嘉义市政府，他是从屏东里港分局分局长，也是多任的分局长这样调度来的。第二分局简彦匡分局长，他也是警大59期刑事警察局毕业啊，刑事警察学系毕业，那也是历任的多个县市的分局长，那是从新竹市政府警察第一分局分局长调到我们这里来。我想这样的一个调整，我们都历历可以见到，真的非常的辛苦，也经过了很多的磨练，都是最优秀的人才来到了嘉义市府。我也借这个机会感谢我们所有警眷、所有的眷属，他们在背后给予我们警察同仁高度的支持，给他们没有后顾之忧。那今天在交接典礼里面，我们看到有优秀的团队加入，让嘉义市我们在治安、交通服务里面都做得更好。该市长免费表示，治安甲交通是拼经济基础，也期盼两位新任分局长会使在现有的基础顶头，打造该市成为更加安全、为民服务更大心的城市。也感谢警察同仁守护该市的平安。而在高级典礼上，各级民代甲贵宾的管理见证之下，圆满结束，场面隆重简单。新闻台面该市采访报道。
嘉义市各中小学现在有2665位符合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家庭突发因素或者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为着学生，不管是唔是有到学校，伫咧寒暑假拢会当食着营养佮健康的午餐。嘉义市政府和一卡通票证股份有限公司合作，试办推动着寒暑假所谓幸福饱餐券，由家庭、学校和社会合作，提供更加全面多元的关怀照顾。我们的弱势学生在这个寒假期间，他可以选择到超商来取食，或是说他可以以这个饱食券的这个纸张的这种券呢，来到这些学校旁边的热食店呢来取用，都是可以选择的。简单讲，我们就希望让我们的弱势的学生在寒假都能够感受到我们的一种贴心，他也能够很安心的能够使用到很好的这个午餐。那我们嘉义市政府为了能够感受到这些最近一些的物价的波动，我们也预计在明年的今年的8月份呢，在这个新的学年度呢，我们要研议呢，把这样的一个费用提高到100元，以便让我们的学生能够吃得更营养、更美味、更好。数位化幸福饱餐券的特点，伫咧家长会当利用着 App 来知影学生兑换的记录，学校也当透过大数据来掌握记录着学生换餐的情形，提供必要的关怀协助。嘉义市政府对81年7月份率先全国将午餐券金额对每一顿50元调整到70元，让学生会选择更加多元。现在经透过和一卡通票证公司合作。做微化嘛，和嘉义卡的功能搁再提升。未来嘉义市政府嘛，将会寻求搁较侪店家做伙加入服务行列，共同来照顾弱势学生。最新新闻，张定顺、王秀山，嘉义市彩虹报道。2023年，嘉义市国际管乐节在今年1月7日圆满落幕。为着欢庆管乐节31周年，嘉义市政府特别在活动期间举办音乐比赛和征文比赛，征集民众过去30冬参加管乐节的精彩片段和美好的回忆。今年比赛的总奖金高达55万，总共吸引702件的作品参加，包括659件摄影作品和43件征文比赛作品投稿。同时，对当中来评选出20件的得奖作品。28号在嘉义市政府举行颁奖典礼，由副市长林瑞燕亲自颁奖。我们这一次的摄影跟征文比赛呢，做了一个非常大幅度的调整。我们集结了30年来嘉义市国际管乐节的精彩的片段跟花絮。那透过这样子的征文跟摄影比赛，让大家重温这30年来的感动以及努力。那我们这一次也征得了非常丰厚而且非常有质感的得奖作品。那我们也邀请到了2位评审团的代表来为我们就是今天颁奖典礼的现场分享我们这一次奖项的得奖的精彩以及作品内容的丰富程度。那也欢迎各位就是抽时间来到嘉义市政府这边来看我们这一次的得奖作品，那大家一起来重温之前的感动，以及期待第32届的嘉义市国际管乐节。已经举办31冬的嘉义市国际管乐节，不断透过创新、成长，持续烘焙嘉义市的热门领奖，所以今年正经主题特别以第一届到第30届的嘉义市国际管乐节作为核心，邀请大家用相片和文字分享这几冬来和嘉义市国际管乐节的连结，各有故事。也感谢得奖者为管乐节留下美好的纪念，期待透过优秀的作品，让更多人看到嘉义市国际管乐节的精彩。最新新闻，由丁顺、王秀山、嘉义市彩虹报道。由国定高级嘉义新鸿庙和杰出国际宏源建设共同主办，山海净水企业联名赞助的嘉义新鸿开运计划，与神同行公益路跑活动，27号一套早在卡农园区举办，2000位参加的民众做会做暖心操，随后由市长吴炳辉传了舞会贵宾共同鸣枪之后，新鸿爷和环社将军开路起跑，传了民众出发，引导大家互相加油打气，以满满健康的能量迎向未来。
我想非常感动。虽然天气很冷，但是还有2000多个所有民众一起来参与，这更代表的我们要健康，我们更要大家一起努力。人讲阿得人阿得行，也因为这样，我们城隍爷特别来到家这样的行宫，带给大家非常的欢乐。我想城隍庙平时在咱家工业的活动做了非常的多，特别感谢赖董事长加姐姐咱的董干事大家用心，所以号召了各界一起来努力。今天有宏源建设的加入，杰出的行销，然后让我们整体上。在过年前，大家非常的欢喜。我想有健康的身体，咱会得到新的保庇。啊，尤其大家人互相加油，让我们面对未来，我们更有力量，更有勇气。我们祝福大家新年快乐，也祝福活动圆满成功。嘉义城隍庙表示，这届活动总共分作3个组别，分别是2.5公里的欢乐健行组、5.2公里的趣味祈福组，含12.3公里的开运发财组。路跑的这款线路是由城隍爷、妈祖婆特别加持的平安符，观赛的奖章则是开运所在金龙牌，搁请来法师开光加持，希望用爱和温暖来带动家己祈愿功。除了路跑之外，现场同时规划着爱心市集，结合着36个公益慈善摊主席单位，搁50台的特色美食，搁有半圣杯、关白米等等的公益趣味竞赛。运动七头可以当做爱心。最新新闻，张丁顺、王小顺、嘉义市彩虹报道。因应农历过年进程将达到疫情高峰，为着提悬民众注意防疫的方便性，嘉义市政府伫咧最近开设3场新冠 XBB 预防疫的接种站，现场阁增加送礼券。地址分别是1月26号下晡在嘉义市政府，27号透早在家乐福嘉义店，2月3号下晡在家乐福北门店。3场新冠 XBB 预防下施打的对象，限制是12岁以上的民众，会当扎着身份证、健保卡，阁有小黄卡前往接种。那再过几天呢，就是农历的春节假期，大家会返乡、出游或是家人的团聚，那会增加人流的移动跟群聚，会让疫情更加的严峻。那我们在这边呼吁，也鼓励还没施打新冠肺炎疫苗的民众呢，赶快来施打疫苗，因为要2个礼拜以后才会产生抵抗力。在过年前的2个礼拜六，分别是1月27号还有2月3号礼拜六呢，我们在嘉义市的家乐福，1月27号是在西区的家乐福，2月3号是在东区的家乐福。那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除了获得200元的礼券以外呢，我们还有加码送蔬菜盒。那我们市政府这边呢，还有提供，就是如果您的职场可以揪团有30个人以上愿意施打这个 XBB 疫苗，那告诉我们卫生局，我们也会派医护人员免费到你们的职场帮你们职场的同仁打 XBB 的疫苗跟流感的疫苗，那欢迎大家多加的利用。刚一起进户卫生局呼叫，如果伫咧人潮较侪，而且无法度保持着适当距离，或者是通风无好的所在，含年纪较大的老士多，阁有免疫力较无好的民众接触的时阵，拢建议爱将嘴安挂好，保护家己的健康。如果出现疑似的症状，嘛爱赶紧做快筛，赶紧就医。同时，确诊了爱好好啊伫厝休困。目前嘉义只有59间医疗院所会当来做新冠 XBB 预防针，其中有48间提供着随时到随时做的服务。有关着预防针接种相关的资讯，会当到嘉义市政府卫生局的官方网站查询，或者是卡电话到卫生局询问。最新新闻，张丁顺、王小顺，嘉义市彩虹报道。伫咧嘉义玉山胡伦社社长曾景堂合教社友的规划和推动之下，为世界创造希望组合行动关键记者会，24号在嘉义市政府举办。今年提供弱势学生每一个人10000块的奖助学金，总共募集111万，希望透过组合行动，让学生安心就学，嘛培养着囡仔感恩助人的观念。嘉义市长吴炳辉亲自到场见证，同时致赞感谢状，感谢嘉义玉山胡伦社的协助，让弱势的学生会当安心就学。
所以就如同这一次的主题呢，这个主题呢，为世界创造希望。那我们可以看到，讲助我们帮助扶助我们弱势的需要照顾的孩子，我相信给孩子一个机会，孩子自己也给自己机会。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放到了种子，这样的暖流可以让这一个种子能够成长。我想在这过年前又感受到那一种深深的温度，这样的暖流，我相信真的所有学校大家都很会把握这样的机会，鼓励所有的孩子永不要放弃自己。那我们再一次感谢福伦社3070地区这样总监的带领，尤其玉山福伦社平日做的就很多，无论高中大学甚至现在往下扎根到国中，让我们的孩子111位的孩子得到最好的照顾。我们要为所有的孩子加油，也感谢大家看到教育的希望，因为教育就是一个希望工程，这个希望工程一砸下的这样的一个养分，孩子一定会未来更好。孩子们一起加油。感恩玉山福伦社付出实际行动，鼓励学生囡仔唔通因为环境困难放弃家己梦想，阁有学习的机会。更希望会当带动民间企业和社会公益共同成长，为这个社会付出心力，并持着行善英雄的决心，成为学生囡仔上坚强的后盾，同时嘛为社会带来更加多的正面力量。最新新闻，张定顺、王秋山、江义奇采访报道。用6分钟了解消防员的一天，是由台市第一分队长陈建伟、东区分队队员叶陈少、救灾指挥科小队长刘生义在进行消防节时特别摄影的影片，内容涵盖消防员一天的训练、案件接收到车辆派遣以及防灾、防火和救护宣导等内容。影片中每一位消防员在自己的岗位上训练自己协助民众，可以说是24点钟无中断的工作，也希望民众看完影片之后，会使让这群辛苦的拍火兄弟加油打气。消防工作包罗万象啊，从一早车辆器材的准备啊，到防火防灾及救护的宣导活动啊，到各项勤务的待命及出勤啊，那消防工作可谓24小时不停歇啊，十分辛苦啊。那为因应19消防节啊，那嘉义市政府消防局特别拍摄了这个6分钟带你看消防员的一天这宣导影片啊，来让各位民众了解一下我们消防员一天到底有做了哪些事情。那在此啊，也呼吁啊，那消防工作火里来水里去啊，那相当不容易啊，也希望社会大众可以给这些英勇的消防员加油打气。该市消防局表示，消防工作相当不简单，在每年的消防节，希望社会大众持续鼓励这群拍火兄弟，让他们鼓励感谢他们守护该市民的生命财产。你对影片有兴趣的民众，可以上 YouTube 搜寻6分钟带你看消防员的一天。新闻调民间市采访报道。台民省市和财团法人单期教育事务基金会特别邀请到司法名家现场会合，为民众带来新年的喜气和祝福。平常时有在练司法的嘉义市长吴炳辉也提起毛笔写下贺字来祝福所有舞会的贵宾。司法名家吴中本大师这是特别写到南心会节来送给市长吴炳辉，大家在新年头旧年尾做会写下对着未来一年的机关和祝福。祥龙献瑞，贺新岁，百业亨通，庆昌荣。我想这样的一个文字非常的优美，让人觉得感受很深，也让我们带来满满的能量。所以我们在迎春纳福的时候，有这么多位大师来写的很漂亮的文字，甚至在文词当中也都能让人共功科为存善心善念，然后做好事，给大家一起来努力。我想让我们未来迎接龙年来的时候，大家都挺好都快乐。我想这样的人文，我一直觉得对我们最重要的影响是，现在可以看到社会的霸凌非常的多，但是霸凌的现象何止是学校的所要做的。我想学校要关心，我们家庭要关心，社会更要关心，大家携手合作。我想让也许彼此之间，那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可以更和谐更好。我们该为自己的想法去努力，但是我们也要懂得更多的尊重与包容，那这个社会会更祥和。那我觉得
特别还是感谢我们陈琦教育事务基金会的张董事长跟所有团队这么样用心的规划来到大明禅寺，真的在佛祖的面前，佛祖菩萨面前，真的满满的佛光普照，我们真的很感动，也祝愿大家新的一年大家都幸福快乐平安健康。透过现场书写送春联的活动，以书法文字结合激情，培养市民对着书法艺术的兴趣，也来展现着文字的水，搁有生活创意连接宏高的生命力。嘉义市政府嘛特别感谢大坪县市和财团法人单期教育事务基金会举办这么有意义的活动，让大家放下手机啊，透过写出春联的激情仪式，做会讲好话，存好心，做好事，也来体验着传统过年的气氛。最新新闻，张定顺、王秀山、嘉义市采访报道。